格是欧洲最美的城市，很多建筑啊，整体的感觉是很美，然后很有神秘感。在这儿拍戏应该是很美很愉快的一个经历吧。喜欢吴亦凡，所以这次能够来到布拉格，想去看一看吴亦凡看过的风景。我们是很高兴能参加布拉格之旅，最美丽的布拉格，最豪爽布拉格。现在就在电影海报上出现过的那个天文钟的门口。这里是查理大桥，是布拉格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，已经有650年的历史了。肯定吴亦凡在这里做过一件很神秘的事情。对啊，提前保密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一会儿也要做一下。吃那个炸鸡。那么我们要做的神秘的事情呢，就是模仿吴亦凡在查理大桥吃炸鸡。吴亦凡说，在查理大桥上吃炸鸡是他拍电影之前最后的放纵。不知道吴亦凡在这么浪漫的查理大桥上吃炸鸡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让我们试一下。有点冷，只有我在吃，他们都不怎么想吃。我觉得特别好吃，就一直在吃。他有点水肿，他那时候。后来他们就说你怎么这样不让人吃东西？但我觉得，你第一部电影把最好的那个形象留给观众，将来自己不会后悔吗？哎呀，我现在说话怎么老有一副老同志的感觉？